给他那个一下，我再用那个。整个调蛋黄糊，我以前得好长时间，现在应该集中注意力的话，半个小时左右调好。然后烤得40多分钟，然后再晾凉，所以整个过程下来应该得2个多小时吧。给它刮一下旁边的。切半的说法，切半，对，要快，这个是要技巧，然后要一点手臂的力量。拌到也是看不到那个明显的蛋白糊就好了。差不多了，这样就差不多了。然后把它放到你想要烤的容器里面。我因为为了同事他们吃起来方便，我就放到纸杯里面，也可以放到人家生日蛋糕的那种模具里面，我都有。但是我为了他们方便好吃，放在纸杯里，这个纸杯里，我这个可以做15个，小烤箱还烤不了。小烤箱只能烤一层。是吧，我有时候不是不愿意做，做了之后不够分呐、啊。我这搞的只能够做18个，我们组里面有20多个，就我们一个组哈。我们单位就我这个组的话，其实都不够分，我要做两次就要花我差不多5个小时的时间。我的时间有时候耗不起，对，我还要学习，我还要做我要做的事情。是我用了140，今天调低5度，因为上一次我觉得有点干，调低5度。时间43分钟。好啦，我们要来分蛋糕啦。对，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为了效率高一点，我就是用的这个，直接用这个往里面倒。其实有的是用的那个袋子挤，那个太慢了。我一般就一个里面搞2勺，等一会儿还要震动它的，要震荡一下它就平了。
稍微的可以把这个切刀把它提高一点，这样减少它中间有气泡。你们看到这种做法的做蛋糕的方法没有？挺有成就感的，我今天一年还是学了好多东西啊，自学的哈。而且我现在是没时间，我之前还把它做兼职，一个月可以赚到我工资那么多的钱呢，但是很辛苦，那我就没有时间学习了。就之前我同事还有一些其他他们介绍的一些朋友，有时候会在我这边订蛋糕啊、面包，然后我就给他们做，但是很耗时间。后来就做的少了，这一段时间是没有做了。一个人如果经常在外面吃这些东西的话，他的体内会积累很多的那种，添加剂的那个东西，有专家经过测试的，真的很吓人的。烤箱这个时候是在预热的哈。今天做的这个量，我以前是卖两个蛋糕，一个蛋糕30，那就是60块钱。对，这是两个蛋糕的量。等会给它震动一下啊。工作室吗？没有，我这是自己家里。就有熟人以前要吃的话，就给他们做一点那。之前我这些蛋糕糊是放到那个烤蛋糕的那个6寸模具里面，对，这个是带给朋友吃的，所以真的就是耗时间，一天做不了多少。就每一个步骤你都省不了。再这样震一下，里面的气孔就会排出来，然后一烤它就平了表面。吃过我做的蛋糕的人，他们就不喜欢吃外面买的那种了，口感真的不一样，也能够理解，因为人家。专门卖这个的，他肯定是给添加剂的，他不可能给你这样子去做。时间上各个方面，特别是面包还耗时间一些。手工面包大家真的且行，且吃且珍惜，一个面包得6到7个小时的过程。所以很多他就用那种。能够让它快速发酵的东西，让它变蓬松，就没有等它自然发酵。要不然你想一下，6、7个小时卖一点面包，那个面包得卖出什么价格才能够一个成年人的劳动力的那个呀，是吧？在你家里做干净卫生，干净卫生是一方面，林哥哥，它就是有添加的东西。它为了要蓬松，要好看，对，所以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口感真的很有差别。我自从今年，就是从过年那会儿开始自己做这个之后，我从来都没有在外面买过了，因为一吃那个味道跟口感就不一样，就你吃到的，就是那种添加剂的香味和，反正不一样。蛋糕店也有卖。卖手工面包的，你们可以去试一下。手工面包一般价位在30多、40多一个，可能大一点的那应该是手工的。对，但凡卖几块、十几块的、20块的，那都不是手工的，不可能。人家不可能说，对，花那么长时间去给你
做那么廉价的面包，实际伤不起。一个小的面包，手工的应该卖到十几二十多块的，小的。这样震动的目的是为了它好看一些，烤出来它内部的气孔会少一些。好了，再把另外的那个，它里面有的人很讲究啊，喜欢做这个的人他很介意的，就是你把它掰开之后，它里面的气孔非常的小，就是非常的均匀看着，而不是一个大孔。就像我们有时候吃馒头的时候也会吃到，有时候一个大气孔，口感上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在那个形状上有影响。你看时间还不能够太停留太久，停留太久那个气泡消了，蛋糕也不蓬松。我瑜伽老师特别喜欢吃我做的这个小蛋糕，可是我确实得有时间才能做，不是舍不得。如果不是昨天我的工作差不多完成了，我今天就做不了蛋糕。主要是添加剂，如果跟外面比的话，卫生是一方面，因为高温嘛，是吧，有些东西可以杀死，但是添加剂这个东西它就那个不了，直接到我们体内了。你不震动它，它烤出来也是平的。对，每个人习惯，我还是花点时间做给别人吃的东西，我总比做给自己吃的还讲究一些。手工费时这是主要的，其实成本还好。吃蛋糕比吃面包那个，吃蛋糕的鸡蛋，坏的鸡蛋做不了蛋糕，做不成功。但是面包就不一样了，它鸡蛋坏了黄散了它都可以做面包，一样的可以兑在液体里面。还可以做一个，还可以装一个。我有那种小纸杯，但是那样就更耗时间了，那我得装里面去。好，还可以装一个。如果不是想着同事他们分着吃的话，我就要做那种做烤蛋糕的那种模具，那直接倒在一个模具里面就完事了。今天装的少一些吗？还可以做一个，可能鸡蛋大一些。
马上好了，我们就可以聊会天了。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我没有机器的时候，我都是手，就做面包的话，我是手和面，然后手给它打出，就是摔出那种手套膜，那个就是叫累呀，那个得很多时间，而且手得好大的力气啊。对。后来我朋友把他的那个有一个机器给我了之后，就好多了。好了，可以送烤箱了，给它震一下。真的，今天可能装的少一些，怎么多装了？或者跟鸡蛋蛋的有关，有时候鸡蛋大一些，六个蛋，同样是六个蛋，有的蛋是，有的鸡蛋40多克一个，有的鸡蛋是。60克一个，对，这个也有差。起码能到外面来。你想，我这放在相当于放在十几个模具里面，我用那个大的，我只用倒这两个模具，就完事儿了。这个就更耗时间一点。我用这个小蛋糕自创了很多不同口味的，比如说像做寿司一样，我会给里面放上水果呀、蔬菜呀、肉松啊，对，各种酱啊，也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吃。上学期的时候我做的多一些，后来潜心练瑜伽之后就没有精力了，因为我的所有精力要留着早上练瑜伽。100多度的高温消毒其实也还好，就卫生还好，主要是买的添加剂，主要是添加剂这方面。要之前我是卖给别人收费的话，我会把这个小的气泡给它挑破，更好看烤出来。这个给同事吃，我觉得影响不大。都给我整出汗来了。好了，可以去房间收拾衣服，我腰还站得有点累呢。洗个手。
洗个手去收拾衣服。那出汗了呢？对，很耗时间。我们是几点开始做的？反正如果我全神贯注的话，调蛋糕糊，也得30分钟。然后如果中途还说说话呀，拖一下呀，那就得再长一点。半个小时调糊，然后装容器又得一会儿，是吧？刚才装到容器里面得一会儿，所以就差不多1个小时。一个小时烤40多分钟，就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再要把它晾凉，蛋糕烤好了之后是要晾凉的，晾凉可能得半个小时左右。所以整一个蛋糕从开始到吃到我们嘴里，如果是手工做的，它是得2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是少不了的，烤的时间你是少不了的，调的时间你也少不了啊。对，所以你看，我如果想分享给我朋友他们吃的话，我们组有20多个同事，我这只有10几个，所以我还得做一份，那得花我多长时间呢？花我差不多5个小时。所以其实材料的成本是其次，花时间是真的。而且我全程要站着的，因为你坐着是搞不好的。好，我去洗个手，我们去收拾一下衣服，烤好了给你们看一下。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通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能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我为什么总是那么喜欢上厕所呢？所以我为什么不喜欢喝水？因为我不喜欢上厕所，我只要水一喝多了，我一直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找不到，医生也给不了我。后来我有一个朋友说的一句开个玩笑说的话，他说肯定是你的身体腾不住水，对，你一往里面搞水它就要流出来。哎，我一想想也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一般在外面去我不喝水，喝了水老要上厕所很烦的，我憋也能憋得住，可是人家说憋得不好对身体。休息一下还是挺累的呀，所以做那种生日蛋糕的人更累呀，他得一直站着在那里全神贯注的去做那个蛋糕，做毁了就完蛋了。不是说材料，你的时间浪费了，你的材料浪费了，主要是人家订的东西你给不了人家呀。蛋糕店里面他的那个奶油是现做的，但是很少能够吃到下面的蛋糕胚是当天的，很少，几乎没有。一般蛋糕店里面它都会是提前做好10个蛋糕胚，然后的话这是光线的问题，所以蛋糕胚它都是放在冰箱冷冻的，对，不是冷藏哦，它做好了之后冷冻起来然后用，所以你们真的很少吃到。真的很少吃到当天所烤出来的蛋糕，不是别人不愿意，别人时间耗不起。噔噔噔噔，休息一下，去房间。用的奥克斯科技，海克斯，奥克斯还是海克斯？我想要一个扫地机器人，可是我暂时没有钱买，因为我想像在瑜伽馆一样。像在瑜伽馆一样，就是可以打着赤脚到处走。因为我现在我的时间不是我不乐意拖地或者那个，我没时间，我有那时间我就想要去看书去学习了。所以就像我瑜伽老师说的，
只要能够花钱买到的东西，我都想愿意去花钱买，然后代替我的人工，然后省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的有意义的事情。给我宁哥看一下我的房间，我以前睡觉的一个房间，有阳台的，但是呢，我今年一年，我东西都收好了没有？我今年一年都没有在里面睡，为什么呢？因为我风水师傅说，他不太那个，他今年风水不太适合我那个，两层大烤箱才能烤两层，小烤箱的话还。小烤箱这些东西得两次三次烤，我先前就是用小烤箱，对，这个算半个专业的吧，你看一烤它就自己都平了。对，我可能今天的糊糊倒的要少一点，没事是吧，尝一下心意嘛，重要的是那份心。嘿嘿，把这个灯关一下。我的这个房间，看我前段时间把衣服都折了。对，这个床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这里有阳台，然后，今年这个房间的风水对我不太好，我不知道就没事，对，我知道的话呢，我就注意点嘛，然后我就去另外一个房间睡了。这个床上暂时放着的是要的一些衣服，对，我所有的衣服差不多只留这些，然后还有衣柜里面再清一些出来就可以了，其他的我就都不要了。先前已经应该有100多件衣服吧都没要了。哟，我屁股后面都出汗了。那我要怎么样，我在想我手机要怎么样放着比较好。蛋糕，你有我的心，对，有我的心，我很用心在里面，用心做的饭和用心做的吃的都是尝得出来的，真的，我尝得出来。如果一个人很敷衍的做的饭菜的话，我吃到的感觉跟他很用心做的感觉，我是吃得出来的，其实也看得出来，对，站不住脚啊，我看一下。对，这是我以前就是练瑜伽，之前也是在这个房间，然后睡觉也是在这个房间，后来就没有在这个房间。我也想在这个房间呀，因为这个房间有太阳啊，这个房间外面有太阳，看到没有？然后的话，这个床也是我喜欢的呀，这个床正好我一个人睡正好，对。看一下我要怎么放着啊，放着会倒了。先前有一个支架，我还要把它丢了，因为它坏了。有一个好心的师傅帮我把这个房间里面的顶上的那个瓦给我换了，虽然我给的钱哈。对，那没有那个之前呢，它那个顶上它有时候会漏水，时间久了嘛。这个房子的装修都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有的，对，我只是重新买了一张这个床而已，其他的东西都是以前的，之前我捐出去的100多件衣服也都是以前的，对，你看我都让他们放了那么久，就这样放着，我看它会不会倒。感觉它会倒，我要去拿凳子，放凳子上面可能好一些。哎呀，这个床是睡得真的舒服，因为这个床垫是我喜欢的，它特别的，睡在上面呢，很软，但是又不，
又不是那种会伤我们的腰的那种人。这个垫子之后要给它收起来，我现在的能放这里就好了。放在凳子上稳一下。就这样。我想把小度也拿进来，因为我习惯了听音乐，这多好啊。林哥哥，你相信风水吗？因为我是无意间知道的，我知道了那我就注意点嘛，是吧？好像应该到几月份呢就可以来睡这个房间了。他不是按那个中国的那个过年的那个来的，他是以春天，好像对春天的那个时间，我也不太清楚，跟我说过我忘了。把小度拿过来了。我一个人的时候很少听音乐的，直播的时候会听。30分钟，我要看一下实验，等会儿搞过了就完了。现在是第一个闹钟，那就12点的闹钟，过20分钟我再去看看。啊，不对，25分钟吧，定25分钟吧。他总乐此不疲，身边总是拥挤。他相信最好的永远是下一个，所以才不懂珍惜你，才把你当作备选题。他总是太贪心，而你却不甘心。信一些啊，我也是说到了我听到了我就愿意去选择那个，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五行是固定的，你在出生的那一刻。哎，然后还有啊，我好久没有去到我老家了，因为我认识的，然后我们是贵人关系的那个风水师傅的话，他在我老家，好长时间没去了。我想问他为什么这一两年就
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本来朋友不是很多哈，我也不太喜欢跟很多人去打交道。然后我发现一个闺女，属鼠的，对，属鼠的，就都会，被我吸引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记得风水师傅说过，我是属鼠的人的贵人，对，他们算不上我的贵人，但是我是他们的贵人。所以有时候啊，你不信这些东西，有时候就是那么巧。因为我前几天哥哥带我去打那个防宫颈癌的那个预防针，带我和我嫂子一块去，正好这边有一个医院的医生是他同学，对，然后是他同学，然后就找到了那个指标嘛，就约上了就去打。上一次是最后一针，然后呢就他请我哥哥还有我们吃饭，对，后来知道了，哎呦，又是一个属鼠的，对，好多啊。就但凡我有说话的人，就是有去交流的人，有在生活中说过话的，好多都是属鼠的。然后我记得以前那个周老师也讲过，人这一生啊，都有自己的贵人，但要怎么样才能遇见呢？他就以三个人为例，对，打个比方哈，我代表的是我们，然后会遇到 A， 会遇到 B， 会遇到 C。如果 C 是你的贵人的话，你不是一开始就能遇到他的，不是的，对，你都会在学习、工作或者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个阻碍你去学习或者影响你生活等等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我们把他们认为是所谓的坏人，或者说是我们的敌人的这样的人，你遇到了他们，然后你通过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明白了一些道理之后，你突破了自我，对，突破了自我，你才会遇到另外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 B， 另外一个人 B 呢，你在他身上又会学到另外的东西，他也会阻挠你，对。F 加自记住，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以群体来群居的。我曾经也想过，我说我以后我也像只想要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一个人就可以。后来听了那个老师讲的某些东西之后，我发现真的，人在食物链的顶端，是吧，它是有原因的呀。那你既然是以前我们不是地球的统治者的时候，然后后来变成为了，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们都是以群居所存在的？那就说明了一个道理，你一个人是不行的，一个人是不行的。我不知道，我也讲不明白，反正我就听一个老师讲了那个之后，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所以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人，有我们所认为的坏人呀或者敌人呀等等，对，也会遇到烂桃花，也会遇到桃花，也会遇到我们的贵人，他是要一层层突破的，对，一层层突破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很多年前我就接触到了瑜伽，可是我并没有去练习入凡尘的。这个跟那些都，如果一个人可以的话，是吧，那首先从孙晨这个方面我们就做不到。你如果需要什么东西，是不是需要花钱去买，对不对？或者你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自己给自己变得让自己不饿吧，你是不是需要在大自然中，或者需要其他通过其他的途径去填补自己的这个饥饿，对，就说明了一个人是不行的，是不行的。我刚才说到哪里呢？
但是我一个人生活我是很享受的，我是很享受的。在我身边很多人都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我喜欢一个人生活？但这是两码事儿。你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生活，不代表着你一个人就能行。对，你比方说我要吃蛋，我今天做的蛋糕，我那些材料要通过别人我才能够获得呀，我要通过花钱去买来东西。对，我一个人可以行的话，那我就自己可以给自己提供材料，是吧？是这个意思，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刚才是讲到哪里的？我刚才跟我林哥哥聊到哪里了？聊到了，还是我们先前说的，就是当你跟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能量再高，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不对的人，他都会把你拉到无底深渊。对，如果你是一个已经跌入谷底的人，你遇到了对的人，适合的人，遇到了你的贵人，你再往下跌，他都会把你往上拉，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很多人，包括我妈妈以前都会，她都会灌输我一种思想，哎呦，男人都一个样，跟谁都是过，都是结婚生孩子，生活都是那样的。以前我差点就信了，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差点就信了，但是现在还好，通过自己的学习，没有陷入妈妈的那种固化思想了，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那个样子的。你遇到了对的人，你就是每天被滋养的，你就是开心的，哪怕你只吃着白米饭，哪怕你饿着肚子，你都是开心的。对，就像有的人，他哪怕穿着豪华的衣服，吃着山珍海味，他却是不开心的一样，真的就是那个样子的。我一生当中真的遇到了贵人，我嫂子就是。好多年前他就跟我介绍瑜伽，因为他在习练，他从中他的身体得到了调理，他也收获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他跟我在分享的时候，让我去体验的时候，我就是不愿意。对，我就找着各种理由，哎，我要直播，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找着各种理由，我没有时间去练习。其实是因为缘分还没到，该我经受的磨难，该我经受的像唐僧师徒去取经的那个难，我还没有遇到，我还没有突破的时候，对，我跟我的所谓的使命，所谓的贵人还隔了关系，隔了一层。对，非得要经历你该经历的所有的一切，你才能够获得属于你的东西。说到这个属于的话，又有另外的一个哈，又有另外的，其实原本我们所得到的都不是我们的，吃的喝的包括生命都不是属于我们的。换一个角度，其实我们真的得感恩，我们真的感恩。我们从妈妈肚子里面出生的时候，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是吧？我们没有所谓的智慧，现在的智慧，我们也没有所谓的现在的很多物质的东西，都是慢慢的才有的，这些其实它都不属于我们呀，是上天恩赐给我们的。对，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的，不带走一丝东西然后离开，其实那才是符合道理的呀。你来的时候啥都没有，你走的时候肯定应该啥都没有啊，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反正最近我所吸收到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很受用。当我处在迷茫的时候，当我处在矛盾纠结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能够为我解答，对，让我释怀，让我变得很轻松，对，让我更加的懂得感恩。兜兜转转是大自然的馈赠，嗯，我喜欢林哥哥总是提到大自然，确实是大自然的馈赠，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是馈赠给我们的，我们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嗯，像我们的生命是吧，来源于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很多物质的东西来源于方方面面的馈赠，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还有啥？还有何不知足呢？以前吃馒头都是好的，现在能够吃蛋糕，对不对？所以我经常有的人说啊，有些心灵的鸡汤，对，怎么怎么样了？其实我们真的该听听，该喝喝这些心灵的鸡汤。有的人说洗脑，他们会给他附上一个不太好的那个头衔。我觉得脑袋和心每天都得洗，真的每天都得洗，不然你就忘记了你来自哪里，你忘记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馈赠，我们甚至会变得反向的，变本加厉的去索取，还认为是理所当然，还认为是理所当然。我也是那个样子的，每当我开始难受的时候，我就在想，肯定是我的某些欲望对导致的，是不是我又开始贪的那一面产生了？对，比方说我如果跟谁是，能遇到林哥哥也是，这不是偶然，这不是偶然，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对，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来帮我们的，来教会我们一些东西的，真的，人也好，动物也好，植物也罢，所有遇到的一切都是来教会我们很多东西的。有一次我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去瑜伽馆的路上走路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很小心的去踩在那个，因为头一天下过雨，下过雨之后那个砖块铺在马路旁边的砖块，对，它时间久的就会怎么说呢，松了嘛，就那个水泥它就会脱了，是吧？然后下雨天就会有积水在里面。我知道我被这个事情影响了很多次，就以前我有时候穿得很干净的衣服或者很白的裙子呀，哎，一不小心踩上去，然后那个里面的脏水就溅得自己一身，会让自己不开心。但是那一天我没有不开心，其实我已经很小心了，因为我有前车之鉴嘛。但是在我已经很小心很努力的情况下，我依然的把脏水溅到我的鞋子上面了。后来我去跟老师分享我当时的所感所悟，我当时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对，当时我就首先停下来了，我在问自己，哎，我已经明明很小心了，怎么还是发生了呢？然后就让我想到了书上看到的，本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它都不是固定的，它都是多变的，这才是事实。什么是绝对的？万事万物是可变的，这一句话才是绝对的，其他所有的话它都不是绝对的。就那我们是吧，就好比那一天的我很小心的很努力的去轻轻的走了，但是还是发生了这个事情，那我就去接纳它。我接纳那个事情的那一瞬间，其实也就接纳了自己，也就接纳了这个世界，它就是无常的，它就是可变的，它就是多变的。当我接纳了这些之后，我就没有了痛苦，我没有因为自己的白鞋子弄脏了而那个。所以我然后把这个又转移到我的生活当中去，哎，发生了有些事情，它原本我以为它是让我痛苦的根源，其实不是，其实它在教会我学会接纳。对，学会接纳，学会接纳我们的情绪，学会接纳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变化，就像天气一样，是吧？说不定上一刻是大太阳，下一刻就下雨。如果你接纳不了这些东西，你就会被痛苦所影响。它无时无刻都是在教我们呀，都是在教会我们什么东西啊？包括那个走路，它在那一刻以前，我觉得我的白裙子被那个脏水给弄脏了，它是在教会我，让我小心一点，哎，让我注意一点。好，后来我的白鞋子在我的很小心很细心的这种状况下还被弄脏了，它教会我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学会接纳无常。对，其实每一个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在教我们某些东西。那有的人可能他的觉察力不够，他没有意识到，他没有觉察到，但是并不代表着他这一方面的锻炼会减少，
会以另外的形式或者更痛苦的形式去教会他。真的是这个样子，就像今天直播间有一个朋友也是的，他一直觉得哎呦，什么是开心，随心所欲就是开心，想吃啥就吃啥就是开心。现在是这个样子，也许在之后他就会为他的这种所谓的随心所欲买单。对，可能会肠道不适，以后哈，可能会身材的问题，可能会身体更其他更多方面的问题来困扰他。对，所以当一个人保持一份觉知的时候，就意味着有的人会问你每天想这么多你累不累？不累，真的不累。相反的，他让我变得很轻松，我不会被一些问题所困扰和纠结，我所现在所积累的一切都是用来给我之后的疑惑去做解答的，它就是我的锦囊，它就是我的锦囊。当我在面对着一些我想不通的问题而痛苦难过的时候，我的这些锦囊就像哆啦 A 梦的口袋里面的宝贝一样，我拿出来就可以用，随时随地可以用。对，我就不会陷入痛苦的深渊，我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得以解答。不管是面对生活还是情感还是什么东西，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哎呦，收拾东西了，我闻到蛋糕的香味了。嗯，闻到香味的时候就是快熟了。那我要从我要从我的那个给我林哥哥看一些东西哈。男士的袜子，而且它是厚的，冬天的时候我都会买到很多男士的袜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够大，它没有约束感，因为它够长，它可以把我的裤脚扎住，冬天我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就不会冷。对，而且我习惯性的会同一款买很多买很多。这些袜子是要的，冬天都会穿的。好看的袜子，这个林哥哥肯定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也是给我减轻束缚感的，就是可以不用穿内衣，然后贴它就可以了，又可以省去尴尬。这个是在我瑜伽老师那里学到的。对，我有一次很不解的问老师，我说老师，我怎么随着静坐和练习阿斯汤加，我越来越享受那种呼吸，让我们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对，比如说让你的背挺直，这种束缚我很享受，包括我们呼吸的时候收着核心的这种束缚我也很享受，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束缚我不喜欢。老师说那你可以去改变啊。对，他说那你可以去改变啊。我说比方说，他后来就问我什么困扰到你了，我就说我练习的时候我不想要穿那种有海绵的或者有什么的那个瑜伽背心嘛。他说可以呀。我说但是又有一种尴尬呀，我说会有点。然后他说你看我今天就没穿内衣啊。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这个，然后我就买了很多了。对，买了很多，因为毕竟你在家里你可以，你在外面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啊，这不仅仅是你好不好看的问题，这是影响到整个怎么说呢，整个社会的一些某些道德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某些东西，是不是？好了，我先收拾一个
不要的就都不要哈。毛衣，这个毛衣很暖和，但是它有点短呢、啊。现在我老师说，尽量的不要露腰和露肚脐，天凉了的时候。所以这个毛衣不要了哈，洗得很干净的。给需要的人吧，给他折好。嗯，我放在旁边。我有个同事，他不介意。有一次他来我家里的时候，看到我清理的一些东西，他说有的我喜欢，可不可以拿走？我说可以啊。我说是因为我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用过的东西，我去给熟的人，我觉得有的人他会觉得我好像瞧不起他或者怎么样子。对，他把我的有一些包包啊，还有一些羽绒服拿走了，挺好的。所以我这个也折好放在这里，放在地上。然后他说让我清理了之后，他对，然后他过来看看他有没有需要的，这样挺好的。这衣服一次都没穿过，但是也不适合了，都是短的呢，都是短的。这个也不要了，这个是新的，一次都没穿过。所以你看，以前都是欲望啊，都是欲望啊。所以你为他买单，你把它放起来一直没穿，你又舍不得丢，这种所谓的舍不得，它就是让你内心产生一种纠结，对，然后就困扰你。现在终于想通了，对，接纳了，然后放下了，所以就舍得把它那个了。这个音乐好。这个穿着很舒服，但是它没袖子。对，它是无袖的一个很长的裙子。这个好像也只穿了一两次吧。哎呦，这个我之后会不会穿的，但是它已经在箱子里面放了好久了。哎呀，不要了，对。这个是一个外套，一个毛衣。我要去看蛋糕了，先去瞄一下，不定闹钟我就容易忘了。3分钟吧。对，我现在看这些衣服呀，照一下镜子啊。这个好像又可以啊，这个凉的时候。
要了，不要了。对，我昨天前天跟我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同事姐姐聊天的时候，我还在说，以前的我很喜欢穿黑色，以后要少穿，对，少穿深色。现在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多穿亮色的。给你们看一下蛋糕，我差不多就可以下了。哎呦，我这个裙子真的我穿很好看的，我的身材很适合。看的，等会儿又，但是平时我又不穿的呀。这样的裙子真的很适合我的身材，就它很贴身，然后的话很显身材。再好看我不穿呀，是吧？我不穿的呀，短的我也不穿了，因为短的我现在要保护好我的身体。好久没有买衣服，也是因为我自己给自己下的一个那个，就在我有些东西没有给他做断舍离的时候，不允许自己买东西。这个保暖内衣也不要了，这我嫂子给我买的，嫂子给我买的，但是它也是短的，所以我穿的可能性不大了，因为我现在不露肚子，不露腰了。这个衣服下面配的应该是一个裙子，我记得花了它几百块呢。还是有点舍不得。不会穿的。我们去看蛋糕，这个裙子可以穿，这是一个长的，虽然是个黑色，这个穿得很好看呢，这个裙子穿得可好看了。对，这个是要身材的。这个裙子留着。露脐裳不留，留了又不穿，留着干嘛？这也差不多是一个新的。对，这个衣服我也很少穿，这些都是我之前筛选过一次的，所以这一次的时候我就又有点纠结。也是新的。好，我们去看蛋糕吧。你看一纠结的时候我就想要逃避了，我就不想看了，因为这是我已经筛选过一次的蛋糕。好了，我筛选过一次的。
蛋糕。那边都是塞过一次的，所以再让我那个我就好烦。留着遇到喜欢的人，这个就是钻出去啊。他会，我会操作手机操作之后，他那个支付宝上面他会让那个顺丰上门取。好香啊，今天的颜色烤的是挺喜欢的那一种。然后我们可以吃一个。要给它放到那个晾凉的那个架子上面的，架子上面去。有的人喜欢吃热的口感，有的人喜欢吃在冰箱，我嫂子喜欢吃放在冰箱放一晚的那个口感，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所以很多东西真的就是那样，它没有所谓的好不好，因为你喜欢的东西不同，喜欢的人不一样，喜欢的口感不同，所以只有适不适合自己。我同事他那个会来的，他会过来，这个是烫的，怕碰到了，这个颜色看不出来，给它震一下，其实不震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不是做蛋糕胚，我等会可以震一下它的那个底部好看，但是其实人家吃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去看，我会看，我朋友会看，我们喜欢做烘焙的人就喜欢看。等会这是我做面包的，我做面包就会在这个面板上做面包。排一下气，这颜色看不出来呢。对，刚才烤出来的就是这么多。我拿过来，是很好吃的蛋糕，手工做的蛋糕是确实好吃，没有人说不好吃，吃过的都说好吃，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它的口感跟你在外面买的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我放到这个架子上给它晾一下。是做生日蛋糕，你不及时把它倒扣晾凉的话，它那个底部就不圆，就塌下去了，一种物理现象嘛。
开始学着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做烘焙的时候，我经常熬通宵。比如说一个那个做不成功的时候，我会想很久很久，我想要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好看，为什么不是我想要的。好了，做烘焙它很那个的，一般人是坚持不下来，跟做饭不一样，比做饭的要求更高一些。那这个是热的，热的吃的口感，你像一般的讲究的人，他会去看他的，他有的做出来他只要是能吃就好，是吧？你像有追求的人的话，他会看看他这个气孔还有底部圆不圆。对，你看如果这是一个小蛋糕，它就是这样的，对，它就是这样的。你如果没有及时拿出来排气，它就会凹下去，就是瘪的，不好看。以前我做的就都是那种。里面很细腻，曝光了，就，我也不知道。就里面很细腻，如果你刚开始就我操作的那个过程当中没有有些地方没注意的话，它里面会是有很多洞洞，里面会有很多洞洞。我这个没有，这个很细腻。谢谢我林哥哥的幸福券。吃在嘴里很细腻的，就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蛋糕啊，它那个孔很大，你吃在口里是粗糙的，然后它这个刚刚烤出来的是这一面是脆的，这里面是软的。我每次自己做出来我都会要尝一下，因为我要看有什么变化没有，有没有哪里需要注意的。对呀，我昨天晚上抱着我的娃娃，睡觉的很舒服，它就是软软的。一丁点甜，一丁点甜。说老实话，我平时自己做的东西我舍不得吃，柔软有弹性。大的话会比较硬，抱着男人睡舒服，男人不软呀。我自己做的东西有的舍不得吃，真的，我很少那个，但是我有时候会尝，我尝只是为了去判断我这一次有没有哪些地方要注意的。以前都是130度烤的，今天用的126度，刚刚好，形状颜色都是我喜欢的。因为上一次烤的时候它裂开了一点点，开了口，说明蛋糕糊干了或者那个温度高了，我就调了一下。看你们哦，嘴里就是那点东西，哎，是不是？怎么还没结尾？就这么一个蛋糕。是吧？最原先我花了很长时间去
找到适合烤出我想要的。手艺越来越精湛了，但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又觉得没有挑战的，你知道吧？太费功夫了。怎么说呢？这就是一种，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事情的话，它就是很享受的。对，你如果只是说为了达到我，哎呦，我要做这个东西，只是为了来，填饱我的肚子，那确实太费功夫了。嗯，做烘焙跟喝茶，还有跟静坐，它都是比较修身养性的，比较静心的，真的。一般的人他是做不来的，做着做着就烦了，烦了烦，烦着烦着就放弃了。像极了任何东西，真的就像极了我们的人生。我刚才突然想到的是，曾经的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失败了无数次，找到了适合的温度，对，适合做这个形状的。你如果烤比它小的，又要换温度了，对，找到适合它的温度。好，烤了一段时间，非常好，真的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但是前两天我烤的时候发现，哎，同样的那个温度，把它烤裂开口了，不好看了，口感是一样的，但是不好看了。对，说明了什么？说明的真的就是那个样子。我们的思想不能够一成不变，真的不能。你爱吃鱼，做鱼是最，哎呦，做鱼十分钟搞定，你还说做鱼麻烦。对，你看，曾经我们人是不是不管是在情感方面还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去了解和掌握以及维护某样东西或者某一段感情，哎，以为到达终点了，可以好好享受了，就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吧。你一旦有了那个想法，完了，痛苦马上找你了。对，因为真的万事万物它都是在发生着变化的。那我曾经的我会去追问为什么呢？还是那样的做法，还是那个我做的，还是那个温度，为什么就裂开口了呢？对，我就不死心不甘心，然后去纠结。其实这个时候被套牢的是我们自己，原因有很多，可能跟环境有关，可能跟季节有关，可能跟温度有关，是吧？我们与其去花更多的去苦恼去埋怨，还不如找规律。哎，它干了是为什么？裂开口只有两种，通常两种原因，蛋糕糊太干了，那我就多给点牛奶调稀一点。对，也许是温度高了，那我就今天尝试着把它调低了4度，哎，就好了呀。你看，没有口口，对，一点口都没有，可光滑了，没有裂开口呀，可光滑了，这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鲨鱼拔鱼鳞，你吃那个鱼吗？怕麻烦的话，你又想吃，你就不要怕麻烦。你怕麻烦，你吃那个鳜鱼啊，还有那个鲈鱼啊。鳜鱼和鲈鱼去那个卖水产的那里买，人家给你杀好了。人家给你杀好了，然后的话，你回来只需要放在水上面淋一下，然后你甚至可以让人家给你把头、把喉咙这个位置掰开，把身上划几道口，你只需要花1分钟的时间淋一下，然后放到锅里面摆着，把姜丝是吧？然后还有葱，还有那个青红椒。把它放上去去蒸就好了。对，8分钟就蒸好了。我一般吃，我如果吃那个鲈鱼的话，8分钟就蒸好了。蒸好了之后，你如果想要吃口感重一点的，那就烧一个热油，不想重一点的，你直接那么吃，淋一点那个蒸鱼豉油就好了。啊，你那不给删，我们这边都那个，对，我都，你又说的我想吃鱼了，讨厌。
我现在对肉没有欲望，没有什么太那个，但是鱼和海鲜我还是喜欢吃。鱼跟海鲜我很喜欢吃。哎，说的我也想，我这说着说着我也想吃鱼了。你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做家常菜了吗？以前来斗鱼，我是作为一名厨娘在这里直播着的。然后呢，每一天都会，因为白天要工作，晚上嘛，是吧？晚上分享晚餐，然后会去吃，然后喝点小酒。后来我发现啊，家常菜没有挑战呢，没有挑战呢。我研究了同一个食材，我研究了多种不同的做法，我后来都吃，也不叫吃腻了，我反正就觉得没有挑战了。然后就再加上后来我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做家常菜要买菜呀，要洗呀，要切呀，要做呀，很耗我的时间，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做断舍离了，我不做家常菜了，现在的我只用最简单的方法，对，然后做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益的美食就 OK 了。嗯，不知道，我没得挑战了。就是各种比较家常中的一些菜都做过了，然后呢不同的方法也都尝试过了，口感我也都清楚了，对，没得挑战。没得挑战，就像烘焙也是的，做蛋糕的话和蛋糕卷的话我真的没有，也没有太大挑战了，但是做面包还有，做面包还有。人就是这个样子，你随着不断的学习，你不能够在舒适区待太久，也就是所谓的没有挑战，也不是达到巅峰，巅峰在自己的认知的范围内觉得没有了挑战，对，所以就要想向另外一个方向去那个，这样的话才能够保持一份热情，保持青春活力。真的，我们不能够在舒适区待太久，比方说我做这个蛋糕，我一直就做这个，我一直就做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还是别人喜欢吃的，我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失去了斗志，失去了激情，对，就失去了动力，生活也就变得毫无味道了。所以人就这样，你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挑战。嗯，现在的我很享受这个，你就喜欢待在舒适区，待在舒适区就像鱼一样，你就会被人给你把你给捕捉，把你给捕捉，然后的话给你那个啥，给你杀掉，给你杀掉。你很有激情，也许是你的舒适区的时间还在维系着吧，嗯，不能在舒适区太久，千万不要，很危险。你就像，男人，你们都喜欢男人跟女人的话题是吧？男人跟女人相处久的也是的，那个女人总是穿衣打扮总是那个样子，你看久了，你确定你不会腻吗？确定？对，那个女人以同样的体式来跟你相处，你确定你不腻啊？确定你不会被外界的跟这个不一样的打扮的或者不一样姿势的那个所诱惑到，所吸引到，你确定？哎呦，所以我又想到了最近经常听老师们讲的一点，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在舒适区待太久，我们要变成那种可变的，对，然后是被人所需要的，被别人所需要的。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啊，去吧，林哥哥辛苦了。对，我等会儿也要睡午觉了，我们可以一块儿睡。被我诱惑到了，那只是假象，假象。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想多了那个也会累，我也是，我有时候如果学习太久了，我也会让自己去休息一下，让自己喘一口气休息一下。
一定要记得不断的学习和提升自己，做一个被需要的人。一旦你是被需要的，那么你永远不会被淘汰。如果困跟吃东西两者二选一的话，肯定是选择睡觉啊，肯定是选择睡觉啊。我早上吃的啥呀？我早上吃的很饱啊，我可以不用吃的，然后等我睡了起来了再吃。我不是吃蛋炒饭吗？我说了呢，昨天两碗米饭呢。学习就是自己想要了解的东西，很多方面的。各个方面的，外在的、内在的。那我不是说了两碗米饭吗？昨天吃了一碗，这一碗蛋炒饭，留着蛋炒饭呢。南方人，算是吧。我们这边也不算完全的南方，对，鱼米之乡。我的音乐在房间里开的。您哥哥想听什么歌？我们听几首音乐放松一下，然后就可以就可以睡觉觉了。每一天晚上在上床的那一刻，哇，我就感觉特别的幸福，真的，感觉特别的幸福，因为睡一晚上又到了第二天，我又有了一天的时间了。我等会儿，我今天的衣服肯定是要清理完的，我计划做的事情都要做的，对，再不能不舍，不去想它，我穿着好不好看，只去想我会不会穿它，不论它多好看，我如果不会穿它，就果断的把它 pass 掉。我就一个人，我不还有你们吗？真是的。不还有你们吗？我白天我想睡沙发上，白天我不想躺床上。其实我很想睡那里呢。我这穿的什么？我这只是一层外壳。我其实想睡那个。对，哎呀，躺下去。我其实很想睡那个房间，因为它有太阳，有阳光。换一个音乐。那我们定一下什么时候下呢？哇，这是什么歌呀？为什么有100多万的那个收藏量啊？我看一下歌词。完了，我的从众心理又开始了。对，看到多数人，听得到吗？我第一次听哦，《白狼歌巡游记》，看一下评论哈。城市太遥远，迷离的路途，只是太过于敲击脆弱的心灵。刚才坐着看海不困，这一躺下，大家睡好了，越来越放松了啊！难怪你看，有时候真的，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妨去看一下别人的评论，不是在乎，而是通过看他人来看到自己。为什么这一首歌有那么多的收藏量，有那么多的评论？我看到第一条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虽然我们追求着金钱，可是我们缺乏的却是精神资粮。真的，你看这个人写的，迷离的路途只是太过于敲击脆弱的心灵。心灵为什么会脆弱？因为能量不够呀。
因为精神资粮不够呀。我们的肚子饱着，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味觉都满足着，可是我们的心它是饿的，对，它是饿着的。我风尘仆仆的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所谓的梦想，为了那心中的一腔热血。后来我被生活所困，被爱情所伤，直到命运待我很好。哇塞，这一句写得妙啊，我就是乱学，那先点首前世今生。好的，哇塞，来，太好了，这就是达到的一种境界呀。社会再凄凉，自己对生活再失望，但是依然有那样一份温暖和希望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那这个人是这么写的：我风尘仆仆的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所谓的梦想，为了那心中的一腔热血。后来我被生活所困，被爱情所伤，这都不重要。后面一句，直到命运待我很好，有了一片光明，飞到了远方，看到了华丽的人间。歌舞升平的生活中有形形色色的人，但我依然初心未改，本性未变。太好了，真的。这首歌有点沉重，因为它唱到了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最缺乏安全感和最怕把它抛开给所有人看的那一面。这个人真的写得太好了。同样是这一首歌，来，我们听一下林哥哥要听的前世今生。这首歌的名字就让我那啥，我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就听一下是不是这个版本。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是吧？听得到音乐吗？我特别喜欢看歌词，还有评论，对。许宣比许仙好。原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前世今生呐，我去拿过来，肯定有过不平凡的经历。虚无缥缈，什么虚无缥缈？什么虚无缥缈啊？哒哒哒哒哒。来呢，这歌听了无数次，原来我都不知道它的名字。转场。真不知道他的名字，再好了，不小了，哎，有点小。飞作天上仙，哎呀哎哎呦，哎呀哎哎呦，让那缠缠绕绕的情意永缠绵。莫非前世那一眼，
只为今生见一面，啊，这个让我想到的是因果定律，对，很多东西它真的是相通的。所谓前世也好，今生也罢，它就是因果，真的就是因果。嗯，任何时候，就像有的人说，哎呦，我偷偷的干一件坏事，不会被人知道的。No， 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他就是因为当初种下的那个因嘛，是吧？因为许仙当初的那个举动救了那个白娘子，所以后来才有了那样的果嘛。匆匆美梦奈何天，爱到深处了了无怨，千山阻隔万里远，来世再续今生缘。这个歌词让我想到了轮回。我以前怎么说呢，我以前是有时相信时又不相信，但是我现在相信。对，这个轮回看怎么去理解，就像一个人的思想一样。你像某一些成功人士，包括以前的那些智慧的古人，他们的肉体虽然不在了，但是他们的一些思想一些认知却流传到现在。那么在有的人看来，这就是活着。对，有的人虽然他的肉体活着了，但是他没有灵魂。像这样的人，在有的人看来他就是死了。所以我现在理解的这个轮回，我在某一些层面我理解的是精神的一个传递的一个东西。对，其实练瑜伽练喜欢阿斯汤加的人，他就有这种所谓的信仰在里面。对，他就是一种传承。还有什么歌，原来这个歌叫前世今生啊。以前都没有去关注他的那个歌名。前奏我很喜欢的，这个前奏我特别喜欢。那这个前奏特别享受。还有什么好听的歌，赶快分享一下。哎呦，听着听着我也是想躺着了。我很多时候都是随机听，就是听的那个什么，听的那个个性电台，就是QQ 音乐为我们挑选的随机播放的音乐，不太适合你。让你自由的飞翔。安琪七炫，让你自由飞翔2021，听一下。哎，前奏，我林哥哥喜欢的音乐的前奏都好好听哦。听我说，我不想失去你，你对我而言是如此的闪耀动人，接受我一切的好与坏。我渴望自由飞翔，我很好，真的，就让我留在你回忆里吧。为了让你得到幸福，我必须放手让你走。我的心，你能理解吗？我无法给予你力量，所以也是深情。
也是深情的。林哥哥你好坏呀、啊、这些歌曲又会唤起我内在的，这是重制版的歌，是这样，是这个版本吗？你又让我那啥，我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对，但是我不想要这种感性，因为稻盛和夫先生说过，忘却感性的烦恼，因为我容易被那东西套牢，你知道吧？哦，是这个版本。这样的歌的话，又让我想到了，我有时候不是主动的哈，被动的，又想要回想从前的东西的时候，我会问自己，我是想那个人呢，还是说我只是想要那种跟他曾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呢？后来我找到的答案，其实只要分开的东西，只要分开了的两个人，你如果在某个时间段或者什么的时候会再次的想起他，你会以为你是想他了，你是舍不得他了，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只是想那种感觉。换一个人如果依然的能给你带来那样的感觉，你一样的享受，真的。后来每每当我想起，偶尔哈想起从前的时候，这个思想，我的这个想法，他就都能说服我，对，都能说服我，不是因为想那个人呢，而是只是想那种感觉呢。那如果自己真正的想要的话，很多事情可以给予我们这种感觉，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人一样的能够给我们那种感觉，真的。但是以前的人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困境，就以为想的是那个人，如果那个人真的适合，那个人真正的让我很享受，是不会分开的，分开它都是有原因的，对，都是有原因的。同感呀、啊、又同感了。让自己难忘的和让自己痛苦的，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想法去尝试着问一下自己。如果你面对一个人，你一看到他你就想恶心，就想吐，就恨之入骨，你不妨问问自己，是因为那个人吗？还是因为某些事情？对，如果是因为他所做的某些事情，那就是跟那个事情有关。那如果换一个人，不是他，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你，同样的做事方式来对你，你依然会恨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恨的不是那个人，而是那种做事的方式，对，那种做事的方式。这样的话你会很轻松的放下很多东西，放下很多东西，然后也会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希望。因为我偶尔真的会想起某些时候跟他人相处的那个片刻，特别是当你再处在另外一个环境当中，身处另外一种情境的时候，你会无形的有一种对比，无形的有一种对比。那我们要不还听一首歌，林哥哥。你还给我分享一首歌，听到我们一块去睡觉去。哎呦，我也想躺着了。我还是很享受每天早睡早起，然后中午，小坐休息的这种
作息，这种规律的作息。跟我啊，刚才那首歌吗？我再听一下，我都没有把歌词看完呢。你说的我又想，永远的忘了我吧。永远的忘了我吧，对，一定要记得。我们其实我们想的真的有时候或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只是想要那种感觉。你像说个男男女女成年人比较喜欢的那种 GC 的感觉，不一定只是那一个人，特别是你们男人都知道是吧。对，很多人都能够给你想要的那个感觉。我们却非要偏执的固执的认为只有他能给我，这就给自己带上了一把枷锁。对，很容易把自己的心再次的打开。高桥有听完我们就去睡觉觉。吃醋。哎，我宁哥喜欢听韩文歌呀。啊，这不是女人喜欢的吗？这也是一种错觉，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韩国影片里面的男人女人以及他们的歌声，其实不是代表着他们真正的内在的，是一种假象。虽然我没有去过韩国，你说的不是歌词，快结尾，刚才说的话很大哦。很多东西是我们把自己的，怎么说呢，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在的。一来就韩国片，哦，这是日文歌，这是日文歌，一来叫韩国片。海海说的影片，我不喜欢韩国的，对，我比较喜欢中国的，国内的，对，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有故事情节的，可能女人吧，女人喜欢有故事情节的小片，男人喜欢赤裸裸的，一来就上的人。影片，对，这个没有中文的那个，没有中文的翻译。哇，评论好多呀！日剧与韩剧的区别就在，韩剧就是你在所有人眼中都闪闪发亮，唯独看中了我。而日剧就是在所有人眼中都平凡又渺小的我们，却在彼此的眼中闪闪发亮。我以前喜欢韩剧和日剧，对，《东京爱情故事》是以前特别喜欢的一部电视剧。韩剧的话就很多很多了，比如说《浪漫满屋》啊，还有啥啥啥的，但是现在我通通都不喜欢，真的，我现在变得越来越爱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古人的智慧，越来越喜欢看国产片，哪怕看小片，我也喜欢看中国的，我也喜欢看中国的，这是今年才有的，真的，我也就像前天跟同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聊到了入团，戴红领巾呀，入团呀，入党啊这些东西。我上一个单位要我去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拒绝，对，但是现在的我却很主动的想要去加入，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是受什么的影响。反正我越来越崇拜古人的智慧，越来越崇拜以前的那些军人，以前的那些革命战士什么的。
哇，这是我的中餐吗？好，这么丰盛啊，这啥时候的飞机啊？真的，有时候很多东西它就是一瞬间的。这是个啥？这又要给我配对了啊，他妈的又要强行配对了，又要强行配对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很多东西有时候就在那一瞬间，所以永远都不要放弃，永远都不要放弃。没有到你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刻，你永远都不要放弃。你想有的，你想要的，都会有的，真的。而且永远不要给自己设限，我一定就只喜欢吃什么，我一定就只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或者我一定就只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千万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不要给自己一个牢笼。哟，播放了音乐是吧？收到了，抱歉，我不知道这个版本播放了音乐版权。好了，正好这首音乐迪迪，哎，我刚好看到那个评论里面那个，哎，也叫迪迪，也叫迪迪，真巧真巧，真的，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我特别喜欢，而且我有时候会主动的去听一些纯音乐，比方说我静坐的时候也是，都是一些，看一下啊，我收藏的那个电台不是很多歌单，但是就有一个就是爱国的经典老歌，但全部都是纯音乐。然后最近我这一周工作当中要用到的其中也有一首，对，就是一个这个，那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哇，你就感觉看到了阳光，然后就像你的怎么说呢，就像那个西游记里面的坐在 F 后面的那个光就照耀着你。我最近被这个洗脑了，但其实它的纯音乐更享受。我们听纯音乐，免得等一会儿又违规了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听这些，我的纯音乐歌单里面也有。听纯音乐不会出问题，我领一个宝箱，领到35个鱼丸。萨克斯，我家里有黑管，可是我没有学，等我有机会吧，它既然存在在这里，到时候我去学一下。因为我们单位最原先有请到军校里面的一个乐团，会定期对来到我们单位里面，然后进行一些服务，对，一些服务。那个时候呢，我是在学习什么去呢？反正我就没有去参加。都是如果我们去的话是卖了吧，给你卖了吧，什么卖了？去他妈的，你怎么能卖了呢？黑管，那黑管我要学着吹。对，在我那个睡的房间放着呢。什么单位？黑管子。什么单位？服务行业。把自己钓鱼的技术提高是吧，不要老是把那个线给弄断了。上班了，去吧去吧，辛苦了辛苦了。这个旋律跟刚才的感觉不一样，这个是
萨克斯，钢琴版的也很好听。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这么，会有这样一份爱滋养出来，真的。然后每每当我真情流露和分享我内在的真实想法的时候，我同事他们就说你好假呀，他们会说我好假呀，但是没有关系，只有我自己知道，对，我自己知道我是真还是假。钢琴版的，我有一次开车的时候被这首旋律深深的吸引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不是萨克斯的，不是钢琴版的，不是这个版本的。困呐，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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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版，本周万人播放。对，这个版本很温柔的。嗯，那我们去睡觉觉吧。好温柔啊。我本来就是想选这个旋律的，但是我工作当中有歌词的话就更有意境，所以我就选了刚才的那个。听完了我们就睡觉觉哦，谢谢大家的关注哈。向上一点，等会儿。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对，然后我觉得，哎呦，吓我一跳！这些音乐我都不敢随便听，有时候平台它不允许。把我吓一跳，你给我吓一跳。然后我觉得最近我老是穿着睡衣，对呀，我最近穿着睡衣，我觉得有点对不住我的垫子和我的阿斯汤加，所以我像老师一样去给自己买了一个披肩，我来看一下。因为没有穿着一个睡，你一下子就，你咋一下子精神了呢？我们不是说好去睡觉了吗？选的蛮久的，最后还是选的这个有灰色、有粉色、有蓝色的。他说很保暖，但是我这拿着，
没有味道，我这拿着很薄啊。啊，好薄啊，这能让我取暖吗？真是的，这能让我取暖？太羞耻了，一下子勃起了是吧？嗯。这个能让我取暖吗？啊？这个，它写着是很暖的，可是我感觉这不行啊，这不够实用啊，这我的腿也搭不到。我想要的是像被子一样的，它能够给我捂起来。然后的话我就很暖和很暖和，因为以后之后的天气是越来越冷的了，吸热材料，那我就不懂了，他说是薄了，他说是那个，这个颜色老不老气啊，挑了蛮久的，就觉得这个颜色，跟我想的不一样。对呀，我静坐的时候我要把腿盖着呀，不然的话，静坐再随着到了冬天的话会很冷的。军大衣，你怎么不说直接抱个男人，对，面对面的抱着，这样不就都劈到了吗？买个睡袋吧。那我最近静坐都是穿的那个睡衣，对，我觉得有点对不住，有点对不住我的静坐和那个，虽然只是个形式上的。我先前有看过一款，就是那些高僧穿的一个，你像跟军大衣有点像的，但是后来又没买，对，价位其实差不多的。看一下是个啥样子的。我这个人又不喜欢退东西，这个着实有点薄了，这真的是，那练瑜伽，就我先前看的这个，你看这个可以把腿盖着呢，这个可以把它挪过来把腿盖着。练瑜伽穿不了，练瑜伽不可能穿那个的，练瑜伽都不能那个，只是静坐的时候穿。练瑜伽的时候只能穿单衣单裤，对，我就简简单单的练那个拜日我都出汗了。我今天早上练的那个拜日还没练完的时候我就出汗了，所以你想一下，我准备这一周把我的工作任务完成了之后，我就开始把整个垫上的体式练完，对，练一段时间，然后看下一个周末去到老师那边，老师不会糊弄我的，不是他让我买这个，我是学他。我是学他，人家说了，我给他的样子给你看，我被他一个样子迷倒了，我被老师的一个样子迷倒了。反正目前为止的话，我的瑜伽老师是我比较崇拜的，再就是我的分管领导，对。
他们两个人是我比较崇拜的人，所以有时候不自觉的就会去想要说模仿也好，说那个啥，看我老师，我被他这个样子迷倒了。那你看他就这个，他静坐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披肩披在身上的。上周的时候我跟老师去喝了茶，老师泡的，我在这边坐，他在这边坐。这老师看的书，你看他静坐的时候，你看老师静坐的时候他就是披的这个。我老师才20多岁，但是对他在我心目中是很成熟的。我所说的成熟不是怎么说呢，我所说的成熟不是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反正他就是他的那种成熟跟他的年龄是跟他生理年龄是不太匹配的。所以一般的是不是买小了看着是很大的呀，对，他在图片上看着是很大，但怎么这么窄呢？你看他就他的宽度很短，很不那个呀。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买这样的东西，第一次买这样的东西，但它颜色还挺多的。你看这个颜色搭着是这样的，然后对粉色搭着，这又是另外一个颜色，它就有多种粉色。真的买了吧，我也一般的很少退东西。好，这个是我买了一个困气，我把这个拆了，我就真的睡了哈。我昨天晚上选的一款是无线的，无线的还贵。我是哪里的？我不是你们心里的吗？主播不是你们啊心目中的主播吗？然后他给我推的那一款还是这个牌子，可是他得显得你还挺高贵的。就是怎么说呢，他昨天给我推，我说我要声音最大的，他给我推荐的一款，可是为什么那一款就得周三才能到，周三的话我活动都结束了，我要他干嘛？所以我就买了销量最高的这一款，还便宜，得胜的。这个是有线的，那是无线的。这个次日达昨天买今天到呢，很小巧的。以前我都是选的白色的，这一次我选黑色的。它这个就是有线的啊。质量还行，没有味道，没有塑料的味道。我发现我接触到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第一时间想要闻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比我以前买的手感好像是要好一些，同样的价格啊。这个东西买了无数次呢。什么属狗的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真的买了无数个了，都不太啊。他昨天推荐的那个我感觉应该很好的，得不到的就是好的。
对气味挺敏感的，我的嗅觉、我的味觉其实都挺，就比普通人都那个一些。这个倒是比我之前的小一些。嗯，你们以后如果需要这样的，换一个牌子。以前我都是买索爱的，不好，声音太小了。对，Hello， 声音大不大？也不大呀，这不大呀，这不是很大呀，完蛋了，哟，它还会发出噪音。昨天他给我推荐的那一款是无线的，就没有这个，不用这个线绑着，声音不大呀，你看，声音不是特别大。再跟嘴巴靠近一点，再大不大？不能调节吗？这个已经是最大声音了。哎呦，他还不能靠着他，别在裤子上面。但是他这个质感真的比那个好，比那个索爱的，以前都是买的索爱的。充电的，这是干嘛的呀？挂着的吗？买个大喇叭，有，我们单位有，那个不方便，我要动，我除了要说话还要动，所以，就是你要边说边动。如果那种拿话筒似的是不方便的，要是我来看一下他，等一会儿，我就怕那个噪音，我看手机能不能连着，手机那要怎么样连上去呢？放音乐，看一下。质感倒是挺好的，音质也比我以前的好。只是声音还不够大，我特别不擅长那个，不擅长研究这些电子产品。就他写的是可以连着手机放音乐的，有一个线，如手机充电线接口等，即可对。哦，这个是充电的。哦，不要将麦克风的正面跟他乡那个产生叫声，不行了。我也要去睡了，睡了，走吧。就是想知道他怎么样放音乐，用它。对，这个今天好用，我就可以不用退，我明天不用，就用自己的就好了。有一个线，我看一下。
我怎么样用它放音乐呢？那我等睡起来了之后再研究吧。太阳和月亮吧。但是音质真的很好，所以说人呢，有时候真的是要尝试。我已经买了很多个，全部都是索爱的。对，然后发现它并不是很好用，这一次我又换了德胜的，应该不是连蓝牙。看一下，我的腰主要是有点累了，就一直坐着还是挺那个的。那我相当于从早上五点多到现在一点多。六个小时是吧，六个小时。我前一天工作的时候站了七个小时，说了七个小时的话，对，站立运动了七个小时，而且是不带这个的。我看一下我昨天买的那个，问一下他。所以这都是静坐给我带来的能量。然后再就是好的一些作息，要是以前我肯定不行的。手机播放音乐，它有的以前是插卡的，这个应该没有，因为它没有卡槽。需要搭配一条 3.5 的音频线才可以接手机。音频线 3.5 的 ,3.5 是什么意思？我应该有 3.5 的，他说规格 3.5 的就可以了，因为我以前的扩音器是和可以连手机的。 3.5 的音频线，那我就先去睡觉了，好困啊。中国觉醒这首歌叫音质确实不错，以后他昨天给我推荐的一款500多，一个扩音器500多还挺贵的，但是买不了，对，它不能次日达，所以满足不了我的需要。就后来买了这一款，真的挺小的，还质感挺好的。睡醒了再起来研究。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属于我，对，一定要相信，一定要坚持下去。只要你够坚持，你够努力，你想要的一切都会以不同的形式给你的，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不要给自己
设牢笼，各种牢笼，说我就只喜欢吃甜的，我就不喜欢吃苦的，我就只喜欢这类型的人，我只喜欢这样的工作。但凡你用这样的话告诉自己的话，对，他会对你起到一个不好的影响的。嗯，